家好，前几天好，邻居转送了一个这样的蔬果给我，从来没见过，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长得很漂亮，只是放久了，脸上长出了斑，但是这个形状，这个颜色，还是觉得看着比吃的舒服。昨天又打开过一个，刀下去的时候感觉有点像煮给你，酥酥的，中间还有籽。意大利青瓜呢，我是经常喜欢给它和番茄一起炒的，那今天我们也把它和番茄一起试试，有点舍不得下手。那我们先把它蒂去掉，尾巴也卸掉，一破二，中间有籽，切成薄片，少许油，番茄先煸炒一下，可以放些葱花爆爆香。瓜跟着下，可以盖一会儿盖子，那一会儿就可以调味了，放少许盐、糖，调调鲜。那意大利青瓜我就是这样炒的，那这个无名蔬果也炒好了。那如果哪位朋友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的话，请与我们互动一下，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